没有那种每天见还是会疯狂想念的心情，思念的心情？自从认识了他，我的心就控制不住了，那种感觉从来都没有过的。这么久，终于让我在生日这一天等到他。5月2日，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，我要去找他。你们要不要上微视和我一起？我希望这个重要的时刻，有你们一起见证。